外施法啦！教化众生唔可以开杀戒嘅。咁点啊？啲人入唔到寫买米，到听日啦，光送老郎就赢噶啦。系咯。你哋有银两发俾众人，点解自己就冇钱去买米咧？诶、欸，系、啊，我净系挂住带钱俾人，唔记得咗自己都可以使钱、啊。咁我哋去啦。哦、啊，去啦。啊、今次好啦。老板，买米。行开，行开，唔好捣乱。原来你唔好唔记得啊！有言在先，只要有人买米，你就要买。好啦，攞二两银嚟，我买一升俾你啦。点解净系买一升俾我啊？啊？系唔系原来个米仓度冇米认输啊？啊？你要买几多啊？攞银两嚟啦！你买几多，我卖几多俾你。我仓库啊大把米。好啊，呢度啲银两可以买到几多米啊？请米啦，龙女啊，你快啲去请知府大人嚟啊！啊，王千人啊，你做下好心啦，一百两银两一升米啊，已经系天价嚟噶咯噃。嗱，先至半日啫，又升价，咁点得噶？唉，王大人啊，唔该你好心啲啦，吓，买米啦。哼，我王千人点同得你松仙人比啊？诶，佢似住财大气粗，夹硬同我斗，搞到我人都几惨。
后来又逼我哋入佢哋圈套，提前放粮，要我蚀本。好，我黄善人今日就唔善，120两一升，少一个泵啊！你都唔使旨意拎啲米走。黄善人，黄善人啊，黄善人，你唔好咁啦。唉，开到咁嘅天价，我点做得主啊？快啲翻去问下袁海，问下佢啊，睇下点办啦。师傅，师傅大人嚟啦。师傅大人，啲细路要买米，袁海佢咧又攞唔出啲米嚟喎。边个攞唔出啊？你放低啲银两，今日我实有米俾你啊。系咯，只要袁海今日俾到，就唔算佢输。好，只要唔过今日嘅，啲细路攞到米就唔当你输。起咯，喂，做咩啊？唔准入去啊！你快啲放我入去啊！我咧送完我有事噶。哎，叫你唔好入去啊！入去做咩啊？走！我咧送完我有事噶，如果唔系啊，冇米卖。咁啊大件事㗎啦，到时你知死。啊你仲入係嘛，走。啲死靚仔啊，喺度牙斬斬係嘛。知府大人有令啊，就要看住你呢個買米嘅人。一個都唔准入去啊，知唔知啊，走啊。你仲入係嘛，走。哎呀，啲死靚仔呢都唔咁牙斬斬。哎呀你先多亂啊，多次你啦，多次你。哎知府大人，时辰已到，点解仲未见米呢？宋元海，你仲有咩说话好讲啊？我冇啦，我点样做人啊？惨啊！宋元海。我只是收你的家产啫，你条命仲喺度，点唔可以做人呢？你仲有手噶嘛，仲可以耕地种田，饿唔死噶，点会话乜都冇晒呢？佃户都可以做到人，你都一样得啫。佃户得嘅，你一样得嘅啫。知府大人，请执行啦。这上面有官府的大印，字字算数，必须要照章办事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如果今次不执行的话，还怎配做官啊？大人一向都秉公执法，执法严明，绝对不会儿戏。这些话都是知府大人亲口所讲的。哎呀，不要哭啊，哭到我心都烦了。记住，留下几个姑娘。不得，我写明是只是给家产你的，人不是家产来的。你既然知道人唔系家产嚟嘅，点解又以人嚟抵租？唔系财物，又点可以做买卖啊？照我呢个女仔，系今年你当咗财物抢翻嚟嘅，又要卖出，你咁就系明知故犯。而家叫佢哋翻去，咁又有咩唔啱咩？佢欠我租嘛？你的家产全部都是我的，欠的租呢亦是归我，所以我有权放他们回去。照我啊，你阿嫲在家等着你的，你们几个快点拿些米回去吃餐团圆饭。龙女，带他回去吧。啊，是吗？咪走啦。袁海，袁海啊，啲米运返嚟喇喎，120两一升，60000两买咗500升就够唔够啊？你要死啊。妈妈，我
你翻嚟啦。系啊，嫲嫲，我哋有米啦，我哋唔使再挨肚饿啦。你睇下，阿娥，如果早几日嘅，你娘亲就唔使饿死啦。嫲嫲，你唔好喊啦。依家大屋，凡系冇屋住嘅人都可以搬入嚟。啲财物大家各取所需，攞去用啦。多谢多谢。多謝哎呀，唔系啊，唔系啊，你唔好听佢噏啊，你唔好听佢。攞嚟攞。哎呀，攞我条命啊，呢次。咁好噏啦，仲话唔好啊。哎呀，唔好打人啊。有德无礼，有德无礼。你个衰人啊！帮我哋买米嗰啲银两咧，全部都系石头嚟嘅。唔怪得你肯使200两银买我啲米咧，原来全部都系石头嚟嘅。你乱讲，冚唪唥都系白银嚟嘅。我哋喺度卖米收咗啲银两，都仲未入库，跟住就攞去买你啲米啦。点会系石头至得嘅？真系。大人，大人啊，一定去搞鬼噶！嗰班穷鬼边有银两买米啊？嗰啲银两呢，全部都系佢发嘅，一定系佢识妖术，佢识妖术啊！大人啊，同小人作主啊，同小人作主啊，一定要惩治佢啊！本官都觉得其中有诈，人嚟，在，同我绑起佢，系，我要开堂审案。啲人咧系我哋两个，我哋两个发噶。大人审案，与本案有关嘅人，自然都要去。而家仲未定罪，点解要绑人呢？我哋跟你去县衙，咁咪得咯，啊？神有神报，不报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否不到？独木桥，阳关道，与人为善最重要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你呢两个书徒，讲，银两系你两个发嘅，系咪真嘅？系啊。你两个是不是施咗法术将啲石头变成银两？是啊。大胆，年纪细细就懂得施法术，绝对不是好人。人嚟，再同我重打40大板。是。咪住，大人千祈唔好打错人喎。本官已经问清楚，佢两个亦都招认嘅，点会打错人？做官心术不正，就会打错人。你居然诬陷本官，本官唔会放过你嘅。打完佢两个，再打你。系咪诬陷？以事实嚟讲话，我净系问大人，如果打错人，咁点算先？呢次本官如果打错人，本官愿意除咗乌纱，坐囚笼入京城谢罪，永不做官。好，我要问清楚先，大人究竟打边个？系打呢两个呢，抑或系打佢哋啊？梗系打呢两个施法术噶啦。佢哋系无辜嘅受害者，点可以打佢哋啊？咁我明啦。人嚟，在，同我出力咁打。系。保佑我哋。打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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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我早就讲过，如果做官嘅心术不正，就会打错人。阿顺啊，你哋几个揿住佢哋手脚，一下一下咁打，我就唔信仲会打错人。阿弥陀佛，啊，神仙啊，神仙显灵啊，神仙显灵啊，神仙喺边度啊？睇下睇下，睇下。神仙要命啊！要命！神仙要命啊！神仙要命啊！仲嗌姚名，我乃南海观世音菩萨，系嚟解救你哋嘅灵魂，点会攞你哋条命啊？身为百姓父母官，唔为民作主，唔顾民生之疾苦生死，却徇私枉法。与不法之徒狼狈为奸，以图私利，应该摘掉乌纱坐囚落。宋仁杰，你要知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今日报应亦是对你的罪业的解脱，如果不是来世再报，那就会更加深重。报应啊，报应啊，宋仁杰明白，宋仁杰明白。你要知道，尘世间最贵重的是德行，德高行正，修得福果，得几世福报，缺德行恶，则积成业债，世代难以翻身。你哋话今世嘅德行系咪好重要啊？世间万物其实都是平等的，无贵贱之分，都是身外之物。金和银其实都是石头，你们将它们看得贵重，它就贵重，贵重到甚至超过德行。如果世人看轻它，金银都是石头，为了啲身外嘅石头选咗德，咁咪因小而失大咯。你哋醒唔醒悟啊？醒悟。我愿世人皆醒。如果你哋真系醒悟，就唔好再有所怨啦。你哋嘅粮食救济咗穷苦饥民，亦算系帮你哋做咗一件善事。拿来抵偿你们种落的深重业债，如果不用石头来换你们的米，你们又怎肯做这些善事呢？又怎肯去自救呢？菩萨保佑我们啊！要知道人生在世能自救，悟道不能自救。我观世音只为普度众生，点悟于人。依家我就放雨俾你哋，以解旱灾。你哋用手中嘅米嚟做种，
安心种田，劳动为生，实有收获的。菩萨啊，心中有佛，佛自在。只要你哋心里头有我，我自然就会喺你哋身边。如果你哋有乜嘢心愿，想见我嘅，可以去嗰度揾我。观世音走咗之后，当地百姓感恩观世音救苦救难嘅功德。依照菩萨所知的地方，在五台山建了一座显通寺，为观音菩萨塑造金身佛像，以功无拜。大师，莫有恶报，大师为什么不完成众员外和远观这两个衰人的，还要挽救他们，是不是处罚太轻了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我佛慈悲，救两人向善，咁先至系根本。谢大师指点。呢两个人真系恶有恶报啊！大师啊，前边好似有个大善人啊！好啦，好晏噶啦，你哋两个翻去啦。记住啊，我走咗之后，唔理屋企点困难，都要读书，唔好放弃啊！吓、啊，先生啊，你教咗我哋成年书，我哋兄弟两个真系学咗好多嘢啊！你又见我哋屋企穷，唔肯收我哋屋企啲钱，请受我哋兄弟一拜咯、啊！点、哎哎哎、可以咁呢？教书育人系我本分嚟噶嘛！你哋屋企有火灾，生活困难，我点可以雪上加霜？先生，我家虽然穷，但是还有米吃的。先生就不同了，还要等你赚钱回去买米。这些钱是我家父的心意，你一定要收到他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收低了。如果不是啊，你两个就不肯回头了，走了很远路的了，快点回家吧。啊、嗯嗯。先生保重啊。哎呀，梁生养你唔到啦，你自己喺度。你话大嫂，唔好啊！哎呀，咩事啊？唔好咁啊！唔好，千祈唔好啊！你翻嚟啦！唔好咁样嘅，你唔好咁啊！唔好啊！你听我讲啦！哎呀，唔好啊！点解要寻短见咧？唔好咁啦！相公，老实同你讲，我屋企已经三日冇米落锅啦，我孤儿寡母，真系冇晒办法啦！唔好啊唔好啊，千祈唔好咁啊！坐低啊！而家虽然系饥荒年，但系都唔可以轻生噶嘛！哦、啊，系啦，我呢度有啲碎银，你攞去用啦，千祈唔好轻生啊！吓、啊，攞去啦，攞去啦，攞去啦！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，你的救命之恩，我怎麼多謝你才好啊。不用多謝了，你坐下吧坐下吧。人生是很曲折的，但是都沒有解決不到的困難的嘛。無論遇到多大的難處，都要咬緊牙關頂住，天無絕人之路的嘛。一世人受些磨難不算得什麼，千祈不要輕生啊。先生的说话我一定铭记在心。梁昌，梁昌，仔啊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多谢恩公啦，多谢恩公。起身起身起身。夫人，夫人啊，我回来了。唉，饿死我啦，快啲整啲嘢俾我食啊。
你翻嚟就好啦。快啲攞啲银两俾我啦，屋企已经冇晒米啦，我要去买啊。啊，弊啦，正话我喺桥边度见到个妇人，因为冇饭食，抌低个仔去寻短见，我一时救人心切，就将啲碎银俾晒佢啦。唉，你真系傻噶，净系挂住人哋，咁你自己都要食噶。而家两手空空，边个嚟救济我哋啊？我唉，一时心急，都唔记得自己屋企添。鬼叫你自己攞苦嚟身咩？好彩屋企仲有啲黄豆，煮咗佢先啦。听日再谂办法啦。诶，好啊，有黄豆就可以顶下肚啦。萧相公，啊，你翻嚟啦！李大伯，萧相公，系啊，唉，好彩你翻嚟咋，唔系啊，我都真系唔想做人啦，依个年头真系。啊，李大伯，你坐啦，唉，坐低啦。我本来应该接济下你嘅，但系我而家身无分文，真系对唔住啊。如果萧相公无力接济嘅，我不如早啲死咗佢好过啦。李大伯，李大伯，你唔使急住嘅，诶诶，唔使急吓，诶，嚟嚟嚟，夫人啊，李大伯孤苦伶仃，实在系可怜。将我哋啲黄豆分一半俾佢啦，好唔好啊？诶，我哋点可以见死唔救呢？自己都就嚟饿死啦，你仲顾住佢？你系咪想饿死我？诶，夫人啊，如果命不该绝，自有天助。如果应该饿死，就算多啲咁多黄豆，都系多两日命啫。有苦共当，有难同受。再讲啊，见到你大伯饿肚皮，我哋都食唔落啦。诶，嚟啦！啊！李大伯，呢度有啲黄豆，哦、你攞去顶住下先啦。第二日再谂办法啦。啊！哦，你记住啊，嗱，啲黄豆咧一定要煮烂先至好食啊。哦，慢慢行吓，慢慢行。多谢萧相公。多谢萧相公，唔使多谢，慢慢行啊。哦，慢慢行啊。你咁嚟做咩啊？成世人都系咁嘅，一啲都唔为自己打算下。好啦，而家搞成咁啦，你仲系死性不改，我都唔知为乜跟住你挨苦。我不如翻阿妈度，仲有啖饭食下。夫人，夫人，唔通你咁都唔谅解我？行事积德系做人之本嚟噶嘛？既然系咁，我哋夫妻同室唔同路，我仲留喺度做乜嘢啊？你，好好好，人各有志，我留你喺度，都系跟住我受苦啫。你走啦，你等第日日子好过啦。我一定会接你翻嚟。你算啦，你都会有好日子过嘅。唉，屋企剩翻啲咁多黄豆，都要分翻啲俾人哋，真系一个善心人啊！将难留俾自己。将福让俾人哋，忘记自己，为他人谋福，呢、这个就系慈悲之极啦。咁就即系牺牲小我，其实系成全一个大我，心中有大我。善财好有长进噃，呢、这个就系无我之境。蒙大师点悟，善财当自悟。善财有几叻仔啊！
等管事落去助佢一臂之力。龙女，你同我一齐去啦。嗯。你看看。不怪妻室离家走，巧妇无米怎能炊。我想你就是萧先生了。啊，在下是萧仁堂，不知道先生有什么事呢？啊，我家老爷有啲唔舒服啊，觉得气闷头痛，仲成日晕陀陀咁添。听讲萧先生你精通医术，所以我哋专登嚟求医噶、啊。精通就唔敢讲啦，在下对医道略知啲咁多啦。啊，先生请坐啦，我帮你睇下。细路啊，你哋先生冇病啊？先生脉气清楚，跳动有力，睇嚟你嘅主人唔系凡人、啊。萧先生果然真系一位神医、啊，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萧先生。呢度有文银一百两，就当系诊医费用啦。诶，唔得噶，我都冇同你医病咧。再讲啊，我同人睇病从来都唔收钱噶。萧先生，其实我唔系嚟求医噶。我听讲萧先生医术过人，专程拎咗一百两银两，请先生笑纳啊，开间药铺，济世救人，造福四方。是咁，我就多谢恩人成全咗我多年嘅心愿，亦都替四方百姓多谢恩人。唉，唔知先生尊姓大名？你唔好叫我恩人啦，贵人告辞啦，后会有期。啊！啊，请回。啊，多谢恩人。嗯，走。多谢恩人。哎呀！你点啊？等我睇下。哎呀，呢位后生身体好虚弱，嚟，快啲帮我抬佢入去啦。嗯，嚟，好声，嚟，好声啊，嚟，好声，嚟，嚟，慢慢啊，好声啲吓。哎，你快啲去帮我买啲鸡蛋同埋米翻嚟啊！佢唔系病咗咩？要食药噶。佢系饿晕噶，快啲啦。萧先生，你又唔识佢嘅，使咩理佢？哎，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嘛。快啲去啦！哦，哎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哎呀，恭喜同你，请请请，真系好人，请入嚟啦，请入嚟啦！恭喜同你。哎呀，哎呀，仲坐喺度做乜嘢啊？你相公啊，发咗达啦，你仲唔快啲翻去？佢开间新药店，开张啦。真嘅？哎呀，你快啲翻去啦，呢度等我执就得噶啦。哎呀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。
朝上公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同喜，恭喜同喜！而家有咗呢间药铺咧，咁就方便啦。第日有咩事就嚟搵我啦。系咯，哎呀，朝上公开咗间药店，以后我哋病咧就唔使惊啦。系啊系啊系啊，有事即管嚟搵我吓。朝上公咧，有咩病都生意可以啫，系嘛？带我哋。萧仁堂你好嘢吓，你唔系话有好日子过就接我翻嚟嘅咩？而家连药铺都开埋啦，仲唔接我翻嚟，究竟想点啊？哎呀，夫人啊，请息怒啦！我本来谂住执拾好晒之后再接你翻嚟，咁你咪仲开心？诶、啊，又系啦，吓、啊？算你呢？你睇。喂，佢系边个嚟噶？做乜坐喺我屋企啊？呢位系，佢、我系呢度嘅女主人。哦，原来系嫂夫人，小生有礼啦，请恕不识之罪。系贤弟不必多礼啦。既然嫂夫人翻咗嚟，小弟亦就此告辞啦。唉，使乜急啫？调养多几日，等好翻至走嘛。承蒙恩人搭救之恩，小生已经好翻好多噶啦。小生翻去一定会努力读书，日后实会报答你嘅大恩噶。诶，报恩就唔使啦，你第日有长进咁就得啦。啊！我呢度有啲银两，你攞翻去用先。过咗呢个难关，以后就会好噶啦。哦，如此大恩，小弟点受得起啊？请受小弟一拜。诶，唔好咁啦，起身，起身啦，起身啦。小弟告辞啦，日后有缘相报嘅。啊，好。贤弟，妈妈，乜、你好有钱咩？白白将啲银两送俾嗰个植物穷鬼，唔通你真系指意佢会报答你？你啊，谂都唔使谂啦。唉，夫人你咁讲就唔啱啦。施恩于人系做人嘅本分。佢而家有困难，我哋帮得就帮啊嘛，点可以望人报答呢？我冇咁谂噶。好啊，咁你成世做穷鬼咯。诶，夫人，做人应该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忍。呢、這个女人贫穷嗰阵就离家出走，富裕咗又自己翻嚟，咁都有噶。唉，呢、這个萧氏人又系噶，居然娶咗啲咁嘅女子入门。有容乃大，呢、這个正系萧仁堂难得之处啊！有容乃大，哦，我明白啦。有容乃大，大得自在，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才为雅量。善财真系叻仔，善财啊，你都几识氹大师欢心啊！善哉善哉。大师欢心，我即欢心。弊啦，呢几年萧仁堂有难，你两个速速落去帮佢治系。系。
先生啊，我过去听下佢哋讲啲乜嘢，你留低喺度啊。好啊。邵先生开咗几年药铺，救咗唔少人噶，偏偏娶个咁嘅衰女人，日光日白勾佬。咁咪就系邵先生啊，咁好人士，其实嚟佢呢度睇病买药，唔使食药啊，都好三分啦。正话入去嗰个咪个契家佬康七咯，唔通佢都有病咩吓？哎呀，真知道啊！真系知道啊，睇佢啊！诶，先生啊，嗱，你入去药店嗰度睇下，睇下萧先生同啲咩人睇病，话唔定嗰个唔系好人嚟噶。哦，快去啊！你个脉好弱，身体亏虚，精力衰退，要注意休息啊。其实我都冇做乜嘢啊，硬系觉得周身冇力，头晕眼花咁啫。啊，咁啦，我开啲党参北芪俾你。小二执药啊。系，萧先生啊，我今日手头冇乜银两，只好施下数先啊。你即管攞啲药翻去啦，冇银两冇所谓嘅，就当大哥我送俾你啦。哎呀！大哥咁关心我，小弟真系感激不尽啊！大家隔篱邻舍，使乜客气喎？啊，大哥告辞啦吓，好，告辞。好，慢慢行啊。老鬼开啲咩药俾你啊？系嗰只死老爷开咗好多啲党参啊、北芪啊，哎呀，仲唔收银两添啊？食啲咁补嘅嘢，顶唔顶得顺啊？哎呀，冇讲咁多住啦，嗱嗱声入屋先咧，快啲啦吓，快手。哎呀，快手啲啦，我心肝定啊，我就挂死啦，嗱嗱声啦。阿弥陀佛，罪过。哎呀，我心肝病啊，真系急死我啦！快手啲啦，哎呀！阿弥陀佛。小二啊，啊！我听日去外地进货，我唔喺度嗰阵，你要照顾好间铺啊。哦，先生你放心啊。啊，弊啦，萧善人真系有难啊！我已经知道啦。我依家就落去点化下佢。招人堂。你听住，你唔使几耐将会大祸临头，因为你平时行善积德，唔忍心见到你遭此厄运，所以前嚟点化，送你四句说话，你千祈唔好当耳边风啊！记住，
凤桥莫停舟，见游即末头。斗谷三星米，龙墨黏不透。记住，记住。凤桥莫停舟，见游即末头。斗谷三星米，龙墨黏不透。相公，啊，你做咩啊？啊，冇乜嘢，瞓啦。相公啊，就嚟落雨啦，不如喺桥底避下先啦。凤桥莫停舟。诶，唔得唔得唔得，诶，快啲过，快啲过，快啲啊！哇，真系天意啊！好险啊，唔系先生吩咐啊，争啲冇命啦。菩萨点化，点可以唔信啊？啊，菩萨在上，受萧某一拜。诶，快啲快啲快啲！菩萨在上，受萧某一拜。哎呀，好哟，你唔好饮咁醉噶啦！哎呦，喂喂，小姨啊，咩人嚟噶？咁都得嘅吓？唔知啊。呢次进货多得师生关照，提前半个月就搞掂晒啦，真系唔该晒啊！萧先生有咩需要嘅，即管吩咐，你同我讲得噶啦，唔使客气吓。麻烦晒你，真系唔好意思。自己人就客气啊。在下高辞啦，一路顺风吓。真吞过啊！得啦得啦得，就得噶啦。哎呦！咩？你，嚟啦！夫人，夫人，哎呀，哎呀，翻嚟啦！哎呀！哎呀，咁点算啊？翻嚟啦，开门啦！你又咩嘢？快啲啦！喂喂，呢边呀，行啦，行啦！夫人，相公啊，你咁早翻嚟嘅，我出紧嚟噶啦。开门啦，点解咁耐噶？相公啊，你翻嚟啦。点解咁耐先开门噶？点解咁耐先开门噶？日光日白，使乜出门啫？床度挨下咯，头先你敲门嗰阵，我瞓着咗啊。我一个女人喺屋企，唔关埋栋门，我边度瞓得着啊？瞓咗觉？咁点解咁多响声噶？响声？冇啊！啊，相公啊，你梗系肚饿啦，我去整啲嘢俾你食下。你抹下个面先啦。你身体唔舒服，唔好太辛苦啦。
点会呢？你一翻嚟我就冇事噶啦。观世音菩萨，多谢菩萨点化，逃过危难。见油渍没头，斩除只老爷，咁我就可以同吴氏做长久夫妻啦。相公啊，你做咩成头都系油嘅？好难闻、啊。啊，夫人，你有所不知啊。算啦，瞓啦。
唔好谂咁多啦，顾住身子啊！人死不能复生啊嘛，谂嚟都冇用啦。萧先生啊，唔好太难过啦，我已经叫小二嗌吴善屋企人噶啦。系啊，你自己保重身体啦。老天爷，真系飞来横祸，我应该点办啊？系啊，保重啦。点办啦？咁死都死咗咯，你顾下自己啦。哎呀，点解冇啲咁嘢啊？真系好人啊！哎呀，咁仲成世界嘅真系。睇下先吓。哎呀，俾翻个女我啊！俾翻个女我，你杀咗我个女，我呸！边个系你外母啊？坐低先啦吓，坐低先啦，坐低先啦。先生，净系得你两公婆，三更半夜有冇外人喺度？而家我个女俾人杀咗，一定系你做嘅。点可以咁讲噶？佢系我夫人，我点会杀佢咧？我早就知你两个唔啱噶啦，我个女成日都话你对佢唔好，成日都同我争嘅，真系谂。你居然动咗杀机，而家仲想抵赖，你真系废人嚟噶你！咁唔好介啊，咁错都唔系啲咁人嚟噶，有嘢慢慢讲啦，有嘢慢慢讲啦，吓！你俾翻个女我，你俾翻个女我啊！快啲啊，快啲去报官啊！报官啦，我要告佢，你唔好咁激动啦！罪啊！唔系，我去报官，我去报官啊！唔好报官咧，哎呀，等佢哋去报官啦。哎呀，由得佢哋去报啦。呢件案都系要查清楚嘅。唉，原告吴老太，你状告何人？我告我女婿萧仁堂。因乜嘢事告佢？我告佢杀妻之罪。有何凭证？有，我个女同萧仁堂唔啱嘅，成日翻外家嗰度诉苦嘅。萧仁堂嘅心里边净系得间弱点，根本就对我个女唔好。此乃夫妻家事，点会引起杀妻之案？萧仁堂出咗外边买药两个几月，昨晚翻嚟同我个女同床，大家喺埋一张床，萧仁堂又点会唔知凶手系边个啊？而且三更半夜锁住个房门，外人入唔到去嘅，凶手唔系萧仁堂又系边个啊？请大人验尸查清楚，还望大人为老夫人作主啊！禀报大人，小人验尸完毕。情况如何？速速报上。吴氏系被菜刀所斩嘅，即时毙命。房前房后都冇痕迹，当时只有萧仁堂同佢妻子喺房入边，床嗰边就有一把菜刀，就系斩吴氏用嘅刀。将菜刀呈上。系。萧仁堂，你认唔认得呢把刀啊？唔认得，就系佢啊！佢就系用呢把刀杀死我个女嘅。呢把刀系萧家嘅，把刀唔系我哋萧家嘅。大胆，萧仁堂，你危害亲父，仲唔从实招来？在下冤枉啊！唔是，唔系我杀噶，请大人明察。来人啊，在大营时候，哎，冤枉啊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，睇嚟我系在劫难逃啦，算啦，我认咗佢啦。
外形，外形，依佢话眼，嚟，哎呀，点会咁噶？真系，系咯，唉，佢咁好人啊，点会杀人唔得噶？唉，真系奇怪啊，佢点会认噶？话唔系啊，系单冤案啊。以萧先生嘅为人啊，平时街坊伦理有乜嘢佢都帮嘅，点会又杀人先得噶？更加唔会杀佢老婆啦。咁系咯，但点解会认噶？真系奇怪，蠢到死啊！真系。大人，你回来就好了，这份公文你来写吧，我真是没法子写了。出了什么事啊？本院刚刚审定萧仁堂杀妻一案，正准备请公文上报，怎知就黐着个笔尖，没法子落笔。你说这件事怪不怪呢？唔通呢件案真系有咩冤情？你去狱中再提审萧仁堂，或者可以知道真相。先生，你是不是萧仁堂啊？萧先生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就是五年前被你救回一命免于一死的黄龙啊。后来小生考取秀才，在浙江林县做了书吏，上个月刚刚才跟阮太爷来到这里，本来想找恩人的，想不到会在这里相遇。五年来我一直都在这里找你，想报答你的恩情，现在想不到会在这里相见。知远话先生杀死妻子，有没有这样的事啊？我是冤枉的。既然是冤枉，为什么你要认呢？皮肉之苦难挨，我是屈打成招的。话唔埋，我命中注定有咁嘅浩劫咧。唉，认命啦！但愿菩萨再次显灵，保我渡过呢个难关。入嚟嘅时候见先生打坐念佛，唔知系啊？你有所不知，观世音菩萨曾经两次显灵保佑过我噶。究竟是怎麼回事啊？講來一匹布咁長。有一天我曾經夢到觀世音顯聖，送了四句話給我：鳳橋莫停舟，見油即抹頭，斗谷三星米，龍脈黏不頭。我去入貨經過橋底，落大雨我都唔敢停低，當時一嚿大石跌落嚟，差啲砸亲我，我幸免于难。我翻屋企见到啲油写咗，咁就抹喺个头度，谂唔到仲系招嚟咁嘅祸。我真系唔明最后嗰两句系乜嘢意思。斗谷三星米，龙脉黏不透，呢句话应验咗啦。点解？阮知府本嚟要行文论罪呢件案嘅。想不到龙脉黐住笔尖冇办法落笔，先知道呢件案可能有冤情，即刻下令要我查呢件案。是咁，真是菩萨保佑啦！菩萨保佑啦！斗谷三星米，呢句话咩意思呢？在下余斌
冇办法解释。先生，你食啲嘢先啦。斗谷除去三星米，其余嘅七星唔系就系康咩？康七星康，康七。康七，冇错。你识唔识得一个叫康七嘅人啊？梗系识啦，佢住喺我隔篱啫嘛。康七呢个人平时同你有冇咩冤仇啊？平时康七虽然系家境贫困，但系同我关系好好，佢唔会做咁嘅事嘅。人心难测啊，萧先生，恕在下告辞先。你喺牢里头，暂时忍耐一下。呢件案迟早都会查清噶。哦，我走先啦。拜托啦。萧仁堂，你企埋一边先，听本院断案。将命犯康亲假伤堂礼。下边跪住嘅系咪康七啊？小人就系啊。康亲，快啲将你同吴氏勾搭成奸，同埋杀人一事重实招来。小人确实唔知晓。大证人，堂下证人，将你哋所知道嘅事讲晒出嚟。吴氏同康七有路，系人都知噶啦，不过瞒住萧先生一个啫嘛。萧先生翻嚟嗰日咧，康七同吴氏喺屋入边依啱，康七喺后门走噶。康七，你认唔认得依把菜刀啊？吓、啊，唔认得。证人，辨认依把菜刀。呢把菜刀。是我前日为康七做的，这里上面有我刻的印记。人证物证俱在，康七，你仲有什么说话好讲？答应之后。我招了，我招了，我招，我招。重实招来。嗰日小人同吴氏欲火正盛，被姓萧嘅啱啱翻嚟搞坏咗个好事，小人怀恨在心，咁就翻屋企攞把菜刀去萧家杀人，谂住。以后可以同吴氏做长久夫妻，点知去到我等客火，我闻到瞓出边嗰个咧成阵香油味，心谂就系吴氏啦。咁我跟住咧就斩入边嗰个，谂唔到杀错人。大胆！吴氏之死，亦都系罪有应得。点可以讲话杀错啊？将康亲拉出去斩啊！唉，
真系好彩啊！系咯，今次系大步揽过啦，佢好人士噶嘛，边会做啲咁？萧先生，到咗屋企噶啦，在下仲有好多公务，就唔多讲啦。先生逃过大难，肯定有后风。请先生多啲保重，我告辞啦。今次多得菩萨保佑。啊，唔该晒。唉，好声啊嗱，翻去唞下先啦。系啦，系啦。你喺度坐下先啦，坐低先啦，坐低先。先生坐咯。慢慢啊，慢慢啊。唉，嚟，坐低先。系啦，坐低先。唉，啊，得啦。萧先生啊，我倒盆水俾你，洗干净个面先啦吓。啊，咁我去整啲嘢俾你食啊吓。唔该晒。阿伯，你坐啦嗱。哦。萧先生，你好休养下啦，我哋可以重新开个张噶。系咯系咯，你唔好咁难过啦，好人自有好报嘅，你不如唞多几日先啦吓。唉，我今次虽然系免咗杀身之祸，但系个家就冇咗啦。我决定。去灵隐寺出家，唉，唔是啊，死有余辜嘅。第日你娶过个老婆就系啦，使乜出家啫？我已经决定咗啦。平时啲乡里关照咗我咁多年，呢间屋就让俾李大伯居住。哎呀，房契。等听日叫伙计送过去俾你，屋企入边剩翻啲钱同埋米，听日叫伙计列个清单，全部送俾四乡穷苦嘅人。呢件事就请李大伯同啲伙计费心操办。呀，咁点得噶？唉，萧善人想出家修佛都几好啊。系啊。善人应该归我佛门，以求正果，灰心厌世，以佛门为躲避之所，咁样点样收得到正果呢？六根未净，萧仁堂与佛门嘅缘分仲未到。不过佢已经将屋企嘅财产分晒俾人咯，佢点样生活啊？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佢自然有佢嘅去处啦。多谢菩萨救命之恩。萧仁堂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你要去灵隐出家，本来是件好事，但是佛门不是消极避世，而是积极入世。你劫数已尽，后有天福。三日之后将有喜事临门，你就去灵鹿桥那里等啦。记住，记住。先生，你企喺度，系咪喺度等人啊？
我向先生打听一个人，五年前的今日，我带着十一岁的仔来到这里逃荒乞食，怎知道这里亦都是流紧饥荒，四日了都乞不到一粒米，我心灰意冷，想一死了之。怎知就在这里，有位先生救了我，还放下很多银两给我，救了我两仔啦。可惜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他很久了。你又怎知道他会来呢？前几日我发了个梦，梦见菩萨告诉我，说他今日在这里和我相见。有缘相逢，你会见回那个善人的。不过不知道你来找他做什么呢？不怕告诉你，自从那次之后，我两仔乸回到乡下，节衣缩食，渡过难关。农忙嗰阵咧，我就落田种地；平时咧，我就织布赚钱，供个仔读书。十年寒窗，今年赶考，一举中咗探花。而家皇上仲封咗个高官俾佢啊！我个仔听日就上京啦。不过饮水要思源啊，点可以忘记恩人呢？嗱，我个仔啊！哦，玲珑高中可喜可贺，不过不知两位找到个善人有什么打算？如果找到恩人，一要拜谢救命之恩，二要请他同我们一起赴京城享到晚年。我看你们不用找了，既然是善人，施善又不会徒步，你们不如早些收拾行装，不要耽误了路程。这位先生面慈口善，我们已经站了成日了，就得他一个人站在桥上，好可怜他、啊、不如等我追上去问一下。啊，快点去啦。善人，善人请留步啦。不知大人有什么吩咐呢？哎，不敢当，先生不要这么称呼我啦。我想打听一下这个镇上边有没有客栈咁啫。唔知可唔可以喺先生嘅屋企住一晚呢？本来在下系可以留你住一晚嘅，可惜最近蒙难，堂屋不见，恐怕难以收留。唔知有咩难呢？内人蒙害，在下孤家寡人，实在冇办法照顾客人。恩人，请受我一拜啦！你点知系在下？我娘亲受菩萨点化，话恩人最近有难，孤身一人。我同我娘亲商量过嘅，如果恩人嫌弃，就同我哋结为一家，听日一齐赴京城啦。哦，区区小事，何言徒步呢？我本来唔想相认嘅，既然系菩萨指点，我就不可以为意了。阿爹在上，请受孩儿一拜。哎呀，快点起身，快点起身，实在不敢当，真是惭愧了，快点起身。娘亲，恩人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恩人了。果然是你啊，恩人。娘亲，我哋一起行咯。啊，行啦。客气。怎不知道善有善报啦？姻缘姻缘，
前事为因，后事为缘，这些就是萧仁堂自己种下的善因才得的后果。凡人又怎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为自身的命运种下因果？你们看，他们一家人多开心啊。你哋喺普陀好好修炼，我准备出去行下。师傅，你去边啊？带埋我哋去咯。系啊，师傅，带埋我哋去咯。我周围行下嘅啫，去下就翻噶啦。你哋唔使跟住我啦。老伯啊，我想麻烦你，我过对面啊。哎呀，啲江水咁急，你唔见啊？先有成船人撑啲冇命啦，今日唔撑船噶啦。老伯啊，嗱，你收低佢啊。唔系钱嘅问题啊，我依把老骨头，总唔能够要钱唔要命噶嘛。我两个仔啊，全部啊死喺条江嗰度噶，搞到我潘老宗老年无子。断咗香火啊！佢哋都系因为撑船死咗噶。咁唔系，咪就系为咗赚嗰两个钱，结果条命都打埋上去。江水无情啊，先头嗰啲船窝就系警告啦。今日唔撑得船噶啦，姑娘啊，仲系等听日睇下江情再讲啦。老伯啊，我真系有急事、啊。你睇下啲江水咁急，船窝又多，你年纪轻轻嘅，万一翻咗船，条命就冇噶啦。老伯啊，我爹喺嗰边病咗，我啲药如果迟咗送去，我怕我爹冇命啊。为咗救你爹嘅命，你情愿冒险。睇嚟你都系孝女嚟嘅，我老汉舍命成全你，行啊！上船，唔该晒。嚟，坐稳下。好声啊！好声啊！
点解唔喺江中起座桥，免得两岸啲百姓为咗过江咁麻烦呢？仲有咁多人为咗过江而死。讲到起桥，边个唔想、啊？起桥啊，你估话咁易啊？条江面咁阔，要起条桥啊，好难噶，一定要有能工巧匠先得嘅。咁嘉陵江一带就冇咁嘅能工巧匠咩？讲到能工巧匠呢，就系、是、有一个叫做韦陀嘅后生，系个石匠，手艺精湛。讲到起桥系要佢先得嘅。系佢唔肯起啊？抑或揾唔到佢啊？揾得到佢，佢亦都肯。唉，就系有一样嘢咧，唔好办啊。系乜嘢啊？唉，系钱啊！起咁大座桥，你好话咁易咩？韦陀呢个后生咧，佢系有志向，想话凭自己嘅手艺嚟赚钱，用嚟为民造桥。但系靠佢自己一啲一啲咁样储啊，储到乜嘢时候先得噶？起桥系为大家噶嘛，咁唔可以大家攞啲钱出嚟咩？唉。姑娘咁讲说话，好似唔系本地人、啊。你讲下大家、啊，大家咪一样系穷人，穷人啊，连饭都食唔饱啊，边度有钱嚟起桥先得噶？有几文钱啊，都冇用啦、啊。嗰啲有钱人咯、啊，又点肯攞自己嘅钱为大家办事先得噶？唉。冇计咯，咁官府唔理嘅咩？唉，你就唔好提官府咯。官府系话过起桥嘅，仲募捐添，结果咪搞到啲穷人又为加租又为加税咯。结果啊，一个个狗官赚足咗钱，就再唔提起桥嘅事啦。唉，啊到啦。老伯，你好声啊！啊，老伯，你攞住啊！唉，算啦算啦，睇你个样都系穷人嚟嘅，屋企咧仲有病人添，我就唔收你钱啦。你睇下，今次啊风平浪静，哎呀，呢、這个一定系上天保佑，龙王保佑，话唔埋啊，系菩萨保佑添啊！菩萨。是啊，是菩萨啦、啊、你有没有听讲过啊？观世音菩萨见苦见难就救，听讲好像你咁有孝心的人呢，菩萨呢实会保佑的，一定会化险为夷的。可惜啦，菩萨同我们冇缘，他都不肯来这里。啊，那那个韦陀住在哪里啊？我很想见下他啊。哦，难道我讲起这个后生的事打动了姑娘你？莫非你想？我是觉得韦陀是个难得的好人，他肯用自己的血汗来为民造福。小女子虽然无能又没钱，但是很想助他一臂之力。哦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只可惜呢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后生住在哪，姑娘你见不见到他呢？就要看姑娘你同佢嘅缘分啊。只要諗辦法筹到銀两，一定会揾到佢嘅。哦，莫非姑娘有辦法筹到銀两？嗯，姑娘有咁嘅诚心为大家起桥嘅，咁就试试啦。农历三月初十，在嘉陵江前道口将有一位美少女逆流而上，届时边个能够用银两击中其身，边个就有缘娶其为妻。诶、嗯，机、欸、会难得、啊，真系唔好错过啦、啊！世上边有咁稀奇嘅事嘅？以前净系听讲过姑娘抛绣球招婿嘅啫，冇听讲过抛银两招婿噶。嗯，用咁嘅口气嚟招婿，冇几分知识咁点得啊？你睇下，三月初十嗰日，我就要去睇下。嗯，到时咧，我备多啲银两，
你惊我掟唔中佢？禀老老爷，城墙贴咗张白纸啊！一张白纸有咩好大惊小怪啊？递上嚟俾我睇下。系，嗯，大胆，未经本院批准，边个够胆喺度乱贴告示啊？同我捉住呢个人！老爷啊，去边度搵呢个人噃？仲系等三月初十去官运。混账！你个分明系造谣惑众，一定要将佢捉拿归案。我要睇下，未经过本官批准，边个够胆用呢种手段嚟搵钱？系。老爷啊，我睇呢件系好事嚟噃。好事？佢哋目中无本院啊，仲话系好事？唔系咧，老爷。你仔细想下啦，呢个系机会嚟噶。机会？咩机会啊？呢几年我哋凡系生财嘅路都谂过啦，今年都冇咩新招数噃。嗯，咁啊系喎，呢件事真系可以做下文章嘅。快啲讲，有咩办法？老爷啊。啊，系喎，咁都有嘅，真系第一次听讲喎。梁生，我想翻屋企。诶，嗱，你话啦，呢啲咁嘅事啊，咪即系大海捞针？哎呀，你当真噶？老爷除咗钱先系当真嘅，讲其他嘢你就当放屁系啦，我哋饮茶算啦吓。你唔信啊？听日佢就唔记得嘅。系啊。两位差人，我就系嗰个贴告示嘅人啊！你哋唔系话要缉拿我嘅咩？系啊，快啲带我翻去见你哋嘅院太爷啦！好，行啊，走啊！老爷，老爷啊，贴告示嘅文女揾到啦！哦，乜真系有咁嘅事？啊，系啊！老爷啊，即刻升堂啦！哦，人嚟！即刻升堂，嚟啊！将个小女子带上嚟，去。老爷啊，你咪就系想招个有钱嘅男人啫？本官大把银两，嫁俾本官咪得啦。小女子已经写得明明白白，三月初十喺嘉陵江江心，小女子坐喺船上，边个用银两击中，小女子就嫁俾边个。唉，乜你咁死板噶？咁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唔知道院官大人做乜嘢要缉拿小女子呢？如果大人觉得小女子呢个办法唔妥，咁三月初十小女子唔敢做就系啦。啊，唔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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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一定要去噶，三月初十你一定要去。本官仲要以官府嘅名义广贴告示，为你招多啲有钱佬去。小女子多谢啦，小女子告退啦。你唔走得啊？你唔走得啊？既然系冇罪，点解又唔走得嘅？你走咗咯，到嗰日本官去边处揾你啊？哎呀，本官唔俾得你走嘅，一定要将你运到三月初十。小女子又冇罪，做咩要运我啊？佢有不实之词。啊，系啦，你写嘅有不实之词。咁就係罪啦。小女子请赐教，有边度不实啦？你将告示上面写嘅係有位美貌少女，边度係美貌少女啫？直情係一个绝代佳人啦嘛。人嚟，坐，同我运起佢。係，你哋要小心啲呀，唔准喐佢一条汗毛啊。好，高招，不愧是我的师爷啊，一字值千金。你快啲帮我写个官府告示，四处张贴。另外，你静鸡鸡
叫人织个大网沉入江底度，等到三月初十嗰日，大网咁样一收。喂，咁咩嚟噶吓？官府啊，真系无聊嘅。我哋穷人啊，连饭都冇得食，啲有钱佬咧就攞钱嚟掟女人，真系有晒。系韦陀真系好叻仔噶，作石斗木啊，样样都咁得嘅。韦陀啊，你冇日冇夜咁做，因住身子啊。我后生，我顶得住嘅。哎呀，韦陀。你睇你啊，难生难世都冇人同你保下，你听阿嫲说话啦，你唔细噶啦，应该娶老婆噶啦。做唔成桥，我咩心情都冇啊！唉，啊，韦陀啊，啊，你过嚟睇啊，啱啦，吓，啊，你个孙仔咧喺外边咧做咁耐木匠，一定系赚埋唔少钱噶啦，又系光棍。哎，快过嚟睇下，啱你系啦，边个用银两掟中佢咧，就可以娶佢为老婆喎、啊？啊，点啊？想唔想试下咧？啊，机会难得啊！真系荒唐，官府唔谂住为民做啲正事，反而谂埋晒啲乜无聊嘢。哎呀，真系走死嚟嘅，真系、啊！我哋咧就希望人去得越少越好啦，系咪啊？少一个咧、啊、就少个对手啦。有道理，有道理你唔使讲啦，点都唔得噶啦。系、哎、呀，就有两千两啫嘛。我帮两千两，半两都唔俾啊。你呢？哎呀，爹挨咩啊？我未死，哭丧嘛。哎呀，爹啊，你睇下呢个系，你睇呢个官方告示嚟噶。啊，你睇，嗯。仲系阿仔挂住老豆啊！爹啊，靓仔，机会难得啊！嗱，呢个告示上面话系绝代佳人，使几多钱都值得啦。话唔系啊，一两银两就掟中啦。边有咁易啊？一定要备多啲至得嘅。系咯，备佢五千两，钱备得越多，掟中嘅机会就越大啊嘛。你同娘亲讲啦。我问佢攞两千两啊，佢都唔俾啊！娘亲啊，娘亲，呢个系我终身大事、啊，你唔好咁孤寒啦、啊。咦？你系为你自己啊，定系为你阿爹啊？梗系为我啦，娶老婆、啊，唔系我，唔通为阿爹啊？混账！我仲以为你孝敬阿爹添，原来你系为你自己。我咪同你。定咗亲噶咯，哎呀爹啊，你都咁大年纪咯，仲娶咩啊老婆啊？你冇睇下告示上面写住嘅咩？少女啊，少女啊，啱我噶。少女又点啊？娶细老婆啊，梗系越细越好噶啦嘛。少女有乜问题先得噶？啊，唔通娶个好似你娘亲咁老噶啦？我呸！你死老爷，你咁冇良心吓、啊，你知唔知丑噶你吓、啊？储咗两房妾侍啦，你仲唔知足啊你？吓、啊，你啲家产啊，全部俾晒你储妾侍啦！啲、啊、家产系我嘅，我中意点使咪点使咯。唔得，今次系点都唔得噶啦。系啊，爹啊，你唔好同我争啦！啲家产我都有份噶嘛，今次使几多钱都轮到我讨个小老婆啦。嗯，系啊，就算要储啊，都同个仔储。娘亲咧，俾两千两你啊。好，啊你咁。哎，佢攞两千两嘅话咧，我一定要攞五千两。五千两，一个崩我都唔俾你啊！真系上床嚟啊！哎呀，你一你作反啊！你想啊？唔俾你作反啊！唔俾你噶啦，唔俾你点啊？你唔俾我就打你！喺度，唔俾入去，出翻嚟啊！出翻嚟，俾我入去啊！咩事啊？你呢个盗墓仔点解咁唔识规矩噶？事先讲好价钱噶嘛？收牌坊、整凉亭、整大门，工钱系五两银噶嘛？点解做完嘢先俾二两啊？你个盗墓仔都几贪心噶、哦，我俾二两银你，就见到你手艺好啫，唔系我哋一个崩，我都唔会俾佢嘅。呢三件嘢，如果你俾人做啊，人哋二十两都唔一定帮你做啊。我韦台如果唔系为咗整条筹钱，亦绝对唔会应承五两银就帮你做嘅。我韦台凭本事食饭，唔系嚟乞饭噶。倾好个价钱，多文钱我唔要，
迟咗文前就唔得。你喺我呢度住咗成半个月，食饭呢就食咗十餐，咁住宿计你十日啦，呢啲係计钱㗎嘛，你听清楚未呀？係你哋为咗赶工死都要我喺度住咗嘛，夜晚都做埋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唔同你计啦，就计四两银啦，我先俾二两你，仲有二两呢我就守緊，明年再俾你啦，好唔好啊？你哋连几两银都攞唔出嚟，咁摆明想赖账咋嘛。一个豆木仔夠胆咁样同老爷讲嘢，既然你都话我系赖账啦，咁我就一文钱都唔俾你。嚟人啦，赶佢出去。你想赖账，你唔讲道理。你放开我，走，你放开我，走，你想赖账噶嘛？走，有冇天理噶？走，你真系不识抬举啊！哼，老爷心情好，只系俾你银两咋？唉，后生仔算数啦，我同你嘈啦，唉，都恶人嚟噶。走，哎呀，后生仔啊，唔好同佢怒嘈啦。嚟啊，起身，起身。唉，我话俾你知啊。呢一家人啊，正一铁公鸡嚟嘅，一毛不拔嘅。你同佢嘈啊，盏嘥气啦，不如翻屋企好过啦。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啊！行啦，行啦。哎，欢迎啊！哎呀，欢迎，欢迎，真系好热闹啊！你哋我家带咗咁多钱嚟啊！各位有识之士，有胆之士，有福之士，带咁多银两唔安全，会远带兵嚟维持啊！一阵咧，等嗰个绝世佳人出现嘅时候，有钱嘅就留低，冇钱嘅就拉先，有钱嘅有几多就掟几多，一个一个掟又得，一扎一扎掟又得。可以啊，掟晒啲银两又掟唔中嘅，咁就要忍痛离开啦，讲明你无缘啦嘛。如果真係有艳福掟中咗落，咁本官就为你作媒，将个绝世佳人同你送到府上。至于係正室定係天房，係大老婆定係小老婆，本官就一概唔过问啦。大家只要有钱就有希望，大家都有希望㗎。听讲呢个女子呢同大家都有缘分，至于缘分多少呢就要睇你肯出几多银两啦。咁如果有两个或者三个人同时掟中呢？咁点呀？咁睇下边个嘅银两够大啦。我话你嘅贪官嚟嘅，乘机用咁嘅办法嚟敛财，真係离晒谱啊！离晒谱啦！我咧又唔系咁睇啦，总之咧睇啱佢靓唔靓，唔靓咧我就一个崩我都唔掟。系啊，啲人睇嚟啦，嚟啦，嚟啦，好嚟啦，睇下正唔正先。小女子见呢度江水水流好急，两岸交通又唔系咁方便，
听闻每年都有人因为过江而死嘅。小女子有心喺度起一座全庄桥，但系手头上又冇钱。小女子愿向众人以真筹钱，不过有言在先，无论有钱亦或冇钱，边个用银两抛中小女子嘅，小女子就以真相许。如果唔中嘅，就当系捐资起桥，即个功德啦。哇！呢、這个小女子讲得好啱喎，都系为咗大家好啫嘛，呢下真系为咗佢咯。快啲！本官亦都有言在先，掟入船嘅钱入面点用都得，跌落水嗰啲咧就属于无主之财，由本官收管。就按你讲嘅，一言为定啊！收银两个网准备好未啊？老爷你放心啊，我派人咧喺江底冚唪唥搞掂晒啦，啲银两一定系我哋啦。江边睇热闹，你点解唔去睇下呢？我想整嘅嘢都冇办法完成，你有心思睇啲嘢喎？可唔可以将你嘅心事话俾我知啊？我想喺度起座桥，但系一个人点赚都赚唔到咁多钱噶嘛？咁啊啱晒啦！江中个女子亦都系为咗起桥。先至用呢个办法嚟筹款嘅，你同佢有共同嘅心愿，点解唔去睇下啫？真噶？诶，行啦！啊，快啲快啲，去掟准啲啊！哎，冇晒人样啦，快啲翻去攞！啲银两俾你掟晒啦，你掟晒嘅，屋企仲有多噶嘛？快啲攞嚟掟，快啲，我一定要掟到个女子为止啊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攞！咁就足够啦。乜咁邪噶？个个都掟晒落船嘅。如果冇银两掟落水度，咁我咪好蚀底。老爷唔使急噶，呢、這个船仔啊，边顶得住千斤之重啊？一阵间实沉嘅，船沉，银两落水，讲好咗，落水嘅银两就系老爷你噶啦嘛，使乜惊？
你点解唔试下呢？万一掟中咗，连人带银两都系你噶啦噃。冇银两嚟啦，起唔成桥，我无心娶妻。只要呢个姑娘肯用呢啲钱嚟起桥，我到时出力就系啦。唉，我睇你呢个后生仔身上边都有啲银两嘅，你啲钱都系为咗起桥啫嘛。即管试下啦，就当系急钱啦。前辈讲得好啱，嚟啦、就呢度啦。我系想为咗筹钱嘅啫，我唔想掟中噶。明知我唔可以同凡人配婚，就开啲咁嘅玩笑。唔得，睇嚟本官今次要强取啦！一礼，系，同我撑只船上去推翻嗰只船。系，夫娘，呢、這个后生仔掟中咗啊！我送佢过嚟噶啦。哎，我唔去，我唔去，我唔娶妻啊！咁掟中咗佢啦嘛，真系啊！我知道有人中了。哇、啊！咁怪咯，掟中都唔去喎。好，呢边话佢啊，去呢度啦，坐船啦。哇！咁怪咯，真系。原来系尹哥转世。这个吕洞宾和我搞啲咁嘅恶作剧，喺度无意之间俾我见到尹哥嘅来世之身。阿弥陀佛！哎呀，原来系韦陀石像，唔怪得咁好福气咯。啊，唔系，我就系为咗起桥筹钱，并冇想成家。哎，点解唔愿意成家啊？我系信佛之人，我对佛祖起过誓。一定要凭自己嘅本事起桥，才肯成家。今日都系姑娘嘅功劳，我点可以有违佛祖呢？呢位姑娘亦系有言在先，边个掟中就以身相许，君无戏言噃。你都唔好令姑娘言而无信啦、啊。纯阳子，你身为八仙，就喺佛门开啲咁嘅玩笑，你难为我。太过唔应该啦！边个叫你唔显菩萨真相？怪我吕洞宾无礼啦！你哋两位知唔知佢系边个啊？此乃观世音菩萨啊！唔怪得咁面善咯，原来观世音菩萨。哎呀，我老汉真系缘分不浅啊，能够亲眼见到观世音菩萨。哎呀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，菩萨保佑啊！老人家，快快请起。今日可以积到咁多银两起桥，亦都有你一份功劳。从善积德，自有福报。今日赐你膝下一子，如何？哎呀！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！各位乡亲啊，我见到观世音菩萨啦、啊！观世音菩萨啦、啊！老乡，我见到观世音菩萨啦、啊！哇！观世音菩萨，哎呀，走啦！你哋所得嘅都系背住良心投机取巧，榨取百姓所得。依家将钱财归还于民，亦都系理所应当嘅。不义之财唔应该据为己有，迟早亦都会招嚟横祸，丧失一大。你哋应当醒悟。
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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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为百姓父母官，唔为民办事，反而守挂民脂民膚，依家又想推翻我只船，图财害命，系咎由自取。你哋愿随波而去，亦或愿反省自身，洗心革面，为百姓做个好嘅父母官？菩萨，菩萨，我哋愿意洗心革面，做个好父母官。多谢菩萨点化，多谢菩萨点化。韦陀，你起朝嘅心愿咁坚定，我早就耳闻目睹。起朝嘅事就交俾你啦，万望精心设计，从速建造，以了心愿。至于我应承过嘅嘢，韦陀冇非分之想，可以见到菩萨，可以了却我心愿，已经系三生有幸啦。吕洞宾所讲嘅都有道理嘅，菩萨普度众生，应该为人师表，言而有信。等你起好桥之后，我再嚟见你。方便好多啦，又安全又快捷。好啦，你老婆几款？哎呀，韦陀啊，韦陀晕咗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唔好啊，千祈唔好有事啊！韦陀，韦陀，韦陀醒下！韦陀，你醒下啦！韦陀，韦陀啊！哎呀，你真系好辛苦啊！韦陀，醒下！韦陀，韦陀啊！观音菩萨，哎呀，观音菩萨，韦陀渡桥晕咗啦，太辛苦啦，系啊，观音菩萨啊，能救一救阿韦陀啦，啊，韦陀晕咗啊，佢都系为我哋百姓渡桥咋，韦陀呢？哎，哎，喺嗰度啊！哦，喺度啊，喺嗰度啊！
保佑啊！菩萨保佑啊！菩萨保佑！菩萨保佑！菩萨保佑！韦陀冇事，韦陀一心向佛，积德行善，佛忙施利，为民造福，佛愿广大。我就系接佢去。等等。当年嘅尹光已经转世为韦陀，佢又点会记得自己嘅前世之事呢？哎呀，你真系唔记得啊？你睇真啲啦，佢就系同你由细玩到大嗰个妙善啊嘛。他们亦都修成正果，在天界各享其乐，不用几耐就可以见面了。这个是用来降妖的，佛祖已经封你为护法神，护守普陀山。阿弥陀佛。到了现在，无论是在普陀山，亦或在其他供奉住观音菩萨的佛寺里头，都有风化天神韦陀的塑像。